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星星是几千几百万年前的星星，不知道以前许愿的流星是多久以前的星星。那我现在看到的我是现在的我吗？你喜欢这种东西哦，好像有点恶心耶。看起来好像很开心。明明只是几分钟前而已，逗号，但我看起来好像很开心。刚才还有点开心的看着捡来的烟火，逗号，但我们现在要去晚自习。是流星。如果是幽浮的话，我刚开始的愿望就没有办法实现。你这句太复杂，我看不懂啊。老师回来了。